难为你一片心意，倒是常常想起我。 是你，在这之前，香囊挂在你身上，所以你的味道一定比我还重。这不可能，这宫女是贴身服侍八弟的。所以啊，这八殿下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脆弱。切，小小年纪就学会算计了。她啊，只是对香味敏感，但不会致命。否则，这宫女身上带的一品红，第一个毒死的就是她。 八皇子，你到现在还不肯认错。皇兄，臣弟错了，臣弟不应该因为一时意气，不该因为王妃欺负乡民就冤枉他。八弟，你这是？是我让人把一品红放进香囊里的，我也没有恶意，只是看见摄政王妃太跋扈，就想教训他，没想到事情闹成了这样。 这恩怨顺序好像不太对吧，八殿下，我是一时兴起想教训乡民，然后他就顺势把香囊塞我身上了。莫非是你俩一早就准备好的，看谁不爽就陷害一下？倒不如说，你就是特意穿着香囊在花园等着我呢。脑袋不好，就不要害人了，这要是传扬出去，那可有损大魏皇室声誉啊。陛下，皇宫虽大。 可是养一品红的地方屈指可数，八殿下年纪虽小，心气儿可不小啊。他说是因为气摄政王妃欺负宫女，此话不能当实吧？当然不是，你们就是摆明了故意羞辱我，知道我会恼羞成怒，趁纠缠空档，故意把香囊塞进我怀里的。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说，皇兄。 皇兄，臣弟知错了，臣弟错了，饶了臣弟吧。八弟，你傻呀？啊，你跟摄政王妃无仇无怨，怎么能设计陷害人家呢？啊，我看你是不是为了王死的大魏子民出气啊？对，就是这样，皇兄。 臣弟是因为看不惯刘宗人嚣张跋扈，无故杀害大魏子民，想教训一下摄政王妃。你撒谎！和尚根本不会喝酒，更不可能因为醉酒而杀人。摄政王妃，你为何会这么说？陛下，和尚有银屑病，早已戒酒，此事大宋人人皆知。一旦他沾酒的话，三个月之内必定浑身溃烂。 可是如今，他入狱已经将近十日，病情却没有要爆发的迹象，这不就刚好证明他三个月之内滴酒未沾，又哪来的醉酒杀人一说？摄政王妃，此事事关重大，你要向陛下说明你说的话是不是真的。陛下，臣已命人检查过尸体，他的确有病，只不过控制得很好，直到死亡前也没有爆发的迹象。可当夜的大魏百姓都说他是因为醉酒而发的狂。 一个从未沾过酒的人，怎么可能醉酒杀人呀？简直荒谬至极！陛下，我敢肯定，当天晚上，和尚一定受人所控，身不由己。近些时日，平城十分动荡，
先是河山醉酒杀人，再是摄政王妃被冤枉，这从中一定有人策划。臣相信八皇子是一时义愤，受到别人的挑唆才会犯下大错。幕后控制河山醉酒杀人的真凶，就是想看到陛下和八皇子一样，义愤填膺，失去理性。对方唯一的目的，就是要挑拨大魏与刘宋之间的修好关系，达到自己的余力。所以，恳请陛下收回成命，不要中了别人的奸计。陛下，臣以为摄政王说的极是，照现在的情形看来，必定是有人从中调度挑拨，力图离间魏宋的关系。臣恳请陛下收回成命。请陛下收回成命。既然是众人所请，那朕就答应了。这就完了？摄政王妃，你还想干什么？陛下，他们两个呢？不惩罚吗？楚玉，你要适可而止。要适可而止的是他们。陛下，如果人犯错不惩罚的话，他们会犯第二次错。我这么逼着你惩罚他们，我在挽救他们的人生啊。好，宫女就按宫规处置。至于八弟，陛下，您那么英明，应该不会不知道王子与庶民同罪的道理吧？陛下，八弟还小，我们可以慢慢教导。朋友邻里间，深交者亦怨，兄弟如父子，挚爱者多牵。八皇子犯下如此大错，应该给个教训。皇兄，皇兄，皇兄，朕弟再也不敢了，饶了我吧。八皇子陷害摄政王妃，剥夺亲王封后，即日便出宫，住到寺庙里去，让师父们好好教导。再这么不懂事，就不必回宫了。皇兄，不要赶我出宫，皇兄，我不走。来人，皇兄，我不走，皇兄，我不走，皇兄。陛下，陛下饶命啊！陛下。都散了。你这样大义凛然，真的是为了八皇子着想？让得罪我的人轻松过关，我晚上会睡不着觉的。容止，你笑起来挺好看的。你以为皇上真的会相信你的一通话？难道不是？皇上少年称帝，并不只是因为天赐。就算你说的有道理，河山死无对证，根本无法翻案。那他为什么要撤回驱逐令？河山若真的被人设计，真正的目的就不只是刘宋。八皇子年纪轻轻就犯下如此大错，说没有人设计，谁会相信？后宫前庭争斗不休，皇上都看在眼里，只不过他隐忍不发。他是大魏皇上，干嘛要忍着？帝王之心，岂是你能随意揣测的？反正他们就是想用孩童顽劣来蒙混过关呗。不管怎么说，驱逐令撤销了，我还挺开心的。哼，对方费尽心思布下了渔网，没见到大鱼，是不会收网的。咱们都调查这么多天了，还是没有军饷的消息。再这么耗下去，军营都要乱了。官爷，这些日子的税该交了吧？不是不给啊，今年夏秋两季的税全都交了，现在又要加税，实在是给不起了啊。给不起？给我进去找。哎哎，别！哎，官爷，哎别！官爷，给我打！哎，官爷饶命啊！官爷，我交税是不是？不是，给我打！小的，将军，在我调查军饷的时候，我同时也查到，这荆州地主边境，平城根本就鞭长莫及。这荆州刺史，简直就是个土皇帝。他早在五年前就私自加税，除了朝廷规定的税收，如今荆州什么商税、茶税、酒税，各种名目不计可数，真是苦了老百姓了。看来我上回要的太少了，人家家底厚着呢。
还不止如此呢。还有什么？看什么看？交出来！饶命啊！我没钱。没钱？没钱跟我们回府。带着我的孩子一起走吧，如果丢下他，他会活活饿死的。你当刺史府什么地方？让你当奴那是瞧得起你，别他娘的不知好歹。你这小孩那么小，让小孩去能干嘛呀？浪费粮食，带走。走，我求求你们，带着我的孩子吧，快点！丢下他，他会饿死的。别磨磨蹭蹭，将军，快点！荆州苛捐杂税多如牛毛，寻常百姓根本无力缴纳，要么逃亡，要么沦为庄客，要么卖身为奴。你要救，根本救不过来的。你去告诉那老匹夫，我要带兵入城，大肆搜查，立刻传令。将军。怎么了，将军？阁主，霍玄锲而不舍，已经快把荆州翻过来了。再这样下去，军饷一定藏不住啊！霍玄上折子了，朝中并无动静，这点非常奇怪。霍玄明知道刘宋人会劫走军饷，为何隐忍不发呢？因为他根本不相信劫走军饷的是刘宋的人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哼，有一个地方。是最安全不过的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那么多士兵？听说是有大批军饷丢失，正在搜查呢。军饷？是，瞧见没？那是飞凤将军最得力的副将。是吗？给我把荆州翻一遍，任何角落都不要放过。是。你好大胆子，竟敢带兵入城！刺史大人如果有什么事，直接和霍将军说去吧。霍玄私自领兵入城，这是想造反吗？继续搜。好，我回来再收拾你们。霍玄，你吃了熊心豹子胆，竟敢率军进入荆州，我一定到皇上跟前好好告你一状。你能换换词吗？你，刘刺史，别说是带兵入城搜查，就连你这刺史府，我也是要搜的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刺史大人放心，只是暂借你这刺史府住两日，待我找到丢失的军饷，便出城。你要是找不到呢？你最好求神拜佛，保佑我找到军饷。否则的话，那20万军队便要进驻荆州，直到把你吃垮为止。哼！我告诉你，我荆州也是有守军的。你那2000人马还不够我塞牙缝的。将军，王副将回来了。如何？把荆州翻了个遍，就是找不到军饷。每一寸都翻遍了，商户、酒馆、茶肆，甚至赌坊、青楼，凡是可能有消息的地方，全都找遍了。那么一大笔军饷，如果真的藏在荆州，怎么会一点消息都没有？早就跟你说过，劫掠的是刘宋人。我若是你，就赶紧写奏折，请摄政王去找那位刘宋公主算账，总比你在这儿浪费时间强多了。刺史大人如此肯定那批军饷不在城中，你连我这刺史府都搜遍了，还有什么地方？钟声从何处传来？晨钟暮鼓，自然是城郊的中清寺了。王泽，我们走。将军，我们去哪儿？中清寺。是。大人，就这样让他们去了。你当中清寺是什么地方？是你霍玄想搜就搜的吗？阁主，
军饷藏在哪儿真的安全吗？万一……人们都说飞凤将军胆大至极，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有多大胆。为何而来？军饷。施主要求军饷，寺庙里怎么会有？老方丈，你别跟我耍花样。整个荆州我都搜遍了，唯一一个漏网之鱼，就是你这中心寺。这里没有军饷，请将军不要让染血的兵戈玷污了佛门清净之地。有没有，要等我搜了才知道。将军，请看碑文。中清寺的碑文是先皇御笔亲题，寺里还保存了佛祖舍利，就算皇上到了这里也要下马行礼，你区区一个三品将领怎敢擅闯？霍玄一生杀戮无数，满手血腥，既然站在了这里，就绝不会无功而返。先皇亲笔又如何？就算先皇突然显灵也阻止不了我。王泽，在搜。霍玄，你放肆！给我搜。是。霍将军，不要白费力气了，什么也搜不到的。未知方丈法号。天赐。所谓万物皆由上天所赐，心如天明，心如天境。难道方丈心中就当真没有一丝挂念？心中无尘，自然寸丝不挂。方丈，你袈裟破了个大口子。那里。好一个寸丝不挂。你这个糊涂人，竟敢对方丈这样无礼。说什么寸丝不挂，方丈，你虽然身在佛门之中，却还是心有挂念。将军，我刚在这发现，就是这样。霍将军，老衲已经说了，你要找的军饷不在寺中，请回吧。果真不在吗？说了不在，就是不在。既然不在，你为何紧张手抖？方丈既然不肯交出军饷，我只好得罪你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来人，把全部僧人给我赶出大殿。你是将军，军饷不会真的不在这里吧？不，我有种预感，他们对我有所隐瞒。那也不能放火烧寺啊，这寺里供奉着佛家至宝，又有先皇庇佑，万一让皇上知道了，可就真完蛋了。将军，你可不能犯糊涂啊。退下。将军。霍玄，中清寺立寺百年，何等境地，先皇题写的碑铭是皇权尊严的象征，你今天擅自搜查，一出大不敬，现在还敢放火烧寺，当真不怕皇上震怒吗？我数到三，如果你还不老实交代，我就要动手。你偷
屋顶三尺有神灵，你敢在这里纵火，一定会触怒佛祖，引雷天谴。天谴？犯下此等人神共愤的恶行，必将背负千古骂名。或许佛祖会降下灾祸，叫你下阿鼻地狱。不，刀山有锅，千刀万剐。火把。将军，真的不能烧啊！你要是这样做了，到时候摄政王都保不住你。将军，将军，真的不能烧啊！霍玄今日所为，全都是为了前线将士，绝无半点私心。若佛祖真要降罪，就怪罪我一人身上。或登刀山剑树，或堕火坑或汤，我霍玄绝不会说半个不字。一。二，三，不要烧！住口！师父，不能让中清寺毁在咱们的手里。霍将军，我带你去看。霍将军，这些粮食与你无关。今年是荒年，中清寺虽然香火不断，但养活一众僧人已是极限，哪来的粮食？中清寺附近有一条沟渠，城中的官员和富商奢侈无度，经常把吃不完的米饭倒掉。老衲就让弟子们收集起来，把这些浪费的粮食冲洗干净，蒸后晒干，囤积了多年，方才有这些余粮啊。哦，是这样吗？是啊。如果是陈年旧米，自然光泽暗淡，还有一种陈米味，米糠更成丝状。但瞧瞧这米粒，光泽透亮，还留有清香，轻轻一捻，没有米糠沾手，一看就是今年的新米。出家人不打诳语，你也想和霍玄一样下阿鼻地狱吗？我带你们去找，就在后山的洞穴里。你快带我去。嗯。先开。王副将，是军饷。将军，全都找到了。方丈，你现在告诉我，这些军饷从何而来？是一个无名施主所赠，我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。他们把军饷放下，便悄然离去了。你明明知道我在满城搜索，却还故作不知，该当何罪？事已至此，听凭处置吧。看在先帝的份上，我饶你不死。衣香不落，全都带走。全部带走。是。师父，师父，娘，我饿，娘，我们走。是。恭喜霍将军，得偿所愿了。这次寻回失落的军饷，也多亏了刺史大人的配合。既然如此，霍将军还不赶紧走？刘刺史，
你看这月黑风高的，出城多不安全。我决定在你府上暂留一夜，刺史大人不会不欢迎吧？来人。在。送霍将军去休息。把箱子抬进来。霍玄不敬神佛，不畏皇权，确实有些棘手，这就罢了。而且这个女人冷酷无情，眼睁睁看着那些百姓被饿死，也不愿意留下军饷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我可是为了对付霍玄才答应与你合作的。你不是说霍玄绝对不敢闯入中兴寺吗？现在他竟然把军饷全都带回来了。原本你可是答应过我，等霍玄一走就把这批军饷送给我的。他是拿走了军饷，可是他带不回去。什么意思？你是说？不，霍玄不能杀。刘刺史，霍玄是被刘宋刺客所杀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那他带来的士兵呢？哼，士兵不能进入刺史府，晚上只能在城外驻扎。刘刺史，你可是荆州的最高长官，只要把霍玄给杀了，上报拓跋宏拿到圣旨，还怕那些士兵不听你的吗？待明天一早，军饷就可以物归原主了。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刘刺史，早日下定决心吧。箱子打开，大人，是空的，都给我闪开！怎么会这样？刘刺史，我来接军饷了。霍玄，你不是？刚才不少宵小扰人清梦，如今都在我房里倒着呢。刺史大人要看吗？刘刺史，我的军饷呢？什么军饷？没有金银粮食，箱子都是空的。胡说八道！我明明已经追回了军饷，整个荆州百姓都看见了，箱子全部抬入你府里。如今军饷不翼而飞，分明是你这狗贼私吞。血口喷人！拿下！来人！什么情况？刘刺史，我劝你老实点，整个刺史府都已经被包围了。怎么可能？城内的确只有100士兵，可就在你今夜要杀将军的时候，他们早就里应外合打开了城门，控制了你的城卫。全部拿下！跪下！跪下！跪下！老四，跪下！跪下！霍玄，你满口胡言，明明都是些空箱子，根本没有军饷，栽赃！你这是栽赃！是啊，这就是栽赃。方丈，我知道无数百姓流离失所，饥寒交迫，如果把军饷带走，他们只有死路一条，所以我可以答应你留下军饷。啊，将军，对方精心策划嫁祸刘宋，目标绝不简单。他这样大手笔把军饷全馈赠给中清寺，一则认为我不敢干扰佛门清净，损毁先帝尊崇的佛寺；二则料定就算我当真找到军饷，也不忍心看着百姓活活饿死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才不能让他们得逞啊。不，他猜得不错，我的确不忍心。霍玄纵横沙场，杀人如麻，
死后便下十八层地狱又何妨？但我从不伤害手无寸铁的百姓，更不会眼睁睁看着他们活活饿死。不过，我也不会空手下山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待会儿我带着箱子离去，方丈一定要带着僧人狠狠咒骂，就说军饷被我带走了，骂得越毒辣越好，直到我消息传来，才能继续派发粮食。你这是？不是，将军，你到底想搞什么呀？我都被你搞糊涂了。就让荣植好好瞧瞧，马粪换军饷不算什么，我可以空手套白狼。王泽，末将在。刺史府的财物全部充公，若有违令者，格杀勿论。是。走。我的金子，我的宝贝，我的天哪！天下最毒妇人心，你先前就讹我一大笔钱粮，现在又用空箱子炸我，霍玄，你不得好死，你不得好死！刘刺史，荆州在你的治下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，百姓困苦走投无路，而你的刺史府却是金碧辉煌，我真后悔上回讹得太少，才让你有机会多蹦跶几天。不过现在你没机会了，盗窃军饷，这是死罪。不，我没有盗窃军饷，我没有，没有。王泽，将军，光从他府里搜出来的银两，足够我们撑两个月了。刘刺史，你可真是富可敌国啊！如果你没有盗窃我的军饷，又怎么会有这么多宝物？天上掉下来的吗？你最好好好回答，我可没有耐心。盗窃军饷是死罪，巨额贪污一样是死罪，这左也是死，右也是死，你就不要垂死挣扎了。霍玄，你狡诈似虎，阴险似狼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闭上你的嘴！刘刺史，多少百姓被你的贪婪逼得家破人亡、流离失所，就算我肯饶了你，他们也不会放过你的。这一路去平城，你可要好好保重，到了黄泉路上，别忘了好好忏悔自己犯下的罪孽。带走！带走！走！快点！再查一下他那些同党，一个也别放过。是。哎，军饷找到了，你还不知道呢。昨天霍将军带着巡回的军饷在刺史府休息，谁知道刺史大人竟然动了贼心，想行刺霍将军，吞下军饷啊！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，平日里抢夺我们老百姓就算了，竟敢打军饷的主意。可不是嘛，霍将军是什么人物啊？能让他得逞？这不撂蹶子了，该对付这种贪官污吏，就该千刀万剐，死不足惜。杀了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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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个狗官，杀了他！出荆州！杀了他！霍将军，为荆州百姓做主了！做主了！将军，你为荆州除掉了一害，老百姓都很感激你。我只是希望下任刺史能够好好待这些百姓，别让他们再受苦。是，走吧。一个霍玄，太后，谁又惹太后不开心了？怎么一脸严肃？花园里的事，我全都知道了。当时齐太妃一直在这儿，奴不好开口。太后娘娘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，没能赶过去帮忙。
大皇子一时糊涂，犯了点小错，事情已经圆满结束了，太后不必放在心上。八皇子刚出生，母妃就没了，在齐太妃膝下养了三年，跟康王向来走得很近。八皇子，他不过就是个八岁的小孩，哪懂什么朝廷大义，更别说用这样的阴招来对付摄政王妃。小小孩童尚不懂事，就被人利用了，也是可怜。八皇子的确不小势力，容易受人摆布，这次皇上让他去寺庙里好好学道理，也是一种保护吧。也好，不过康王那边，康王趁着大卫与刘宋产生矛盾，趁火打劫。不过太后放心，我自有打算。马侧妃，你可要好好的保重你的身体呀！按我给你开的调养的方子，按时服用。还有，刚才说的那事，我已经知道了。这事拖不得，拖下去对你身体没有好处。我说我已经知道了，不要再啰嗦了。王大夫，这边请。那我就告辞了。嗯，老夫替马侧妃已经治疗了十多年了，她的情况我再了解不过了，她的身体实在是太虚弱了，不合适。好了，这件事马侧妃自有决断，不必你担心。要是外面有只言片语，小心你的性命。你放心，我知道轻重。我先送你出去吧。王妃，你画的这是远山梅吗？当然了，梅如远山寒黛，可不都是这样吗？你可别骗奴了，这分明是扫把梅。你看你画的是个什么呀？你别糟蹋我了！你什么你？你根本就不会画。我再帮你修补一下。我不用你修补，你走！我不让你修补，你就知道。我还没画完呢。别闹了，过来，我看看。没事吧，秦月？这脸都红一块了，撞到了。没事没事，秦月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是大卫最流行的小霞妆，是这把式。这以后这腮红也不用买了呀，以后要画的话直接找地儿一撞，多省事啊。欺负人。星月，没事了。参见殿下。挺好看的。殿下，摄政王日理万机，怎么今日有空光临啊？王妃，今晚我在这里就寝，准备一下。是殿下吗？殿下还没回来吗？我去门口迎迎他。主子，不必了，殿下已经回来了。回来了？在书房吗？你去把饭菜放进饭盒里，我去送给他。他辛苦了一天，肯定累了。主子，殿下他今晚不会过来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殿下今晚留宿在丹凤轩了。放开！我这就回去找公主。回来！这是王妃和殿下和好的大好机会，你别犯傻。公主根本都不想。哪有什么不想？人家是正经夫妻，哪有成婚到现在还不圆房的？这要是传出去，王妃地位不保。啊？走。速战速决，我就当被狗咬了一口。
瞧你那贞洁烈女的样子，你以为我稀罕你啊？啊啊！真睡着了。前不如多怀念，江南烟雨昙花一现，都在细雨绵绵。人生若能长相见，如何才能看不厌？